全中国最火的男演员，胡歌，有请。听说你一喝点酒，在微博上就说实话是吧？这个是以前了，现在是上节目都给我喝点酒。王家卫，看好时光，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个？梅长苏，跟我最贴切的一个人。现在在爱情状态中吗？不在。猴年的新春第一幸福的吼叫、啊，跟猫玩有时间，你找姑娘没时间。我以为跟猫玩着玩着，姑娘就会来了。Oh, let me go.每周六日晚间10点，金星秀。